恩典的主，谢谢你让我们教会第一次我们在你的话语中一起来查考，在你的话语中一起来追寻，在你的话语中一起来认识你。圣灵啊，欢迎你做我们的老师，圣灵啊，欢迎你做我们的讲员，圣灵啊，欢迎你我们引领我们进入神话语的真理中间。圣灵，谢谢你，赞美你，欢迎你来教导我们，把当日保罗要教导腓立比教会的今天统统教导我们，让我们像当日的腓立比教会一样，是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是一个满了喜乐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着爱愿意给出去的教会。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好了，我们一起来讲腓立比这一个这本书。看过这本书没有？看过的这份书信没有？我忘了告诉你们，所有来看的、来参加茶几的，要把这卷书要读五遍。如果没读五遍，没关系，回去明天早上把它读五遍。因为读完以后，你查圣经的时候才会知道这里头在讲什么东西哈，才知道我在讲的。首先，在这个地方，我要先跟他讲一点点腓立比，因为你要讲这一卷书的时候，你要读这卷书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了解这卷书的背景，了解这卷书的一些的过去。因为你有了这个了解的时候，在读圣经中间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回到当日的人接到这卷书的时候的那份感觉，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不但是要用今天的眼光读，你要用当日的眼光读，你要用当日的眼光读，然后用今天的感觉去 feeling 它，去寻找它，去了解它，懂我的意思？好，你不可以跳过当日保罗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要回到当日的一些景况。所以我们一起先看一下腓立比这个城市在什么地方，有个投影片我们看一下腓立比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上面有红圈圈起来的，有没有看到？你们看到红圈圈起来的地方，几个地方，一个地方，对不起，我没有带这个光点笔来哈。你看哈，第一个写的十二的边上，那个地方叫做腓立比。腓立比这个城市，它的位置你可以看到，边上有什么呢？边上有铁撒罗尼加，看到没有？哦，边上有铁撒罗尼加，然后呢，在下边有雅典，然后呢有哥林多，看到了吧？啊，你就知道，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在圣经中间很重要的几个地理位置，这些位置大部分都在希腊半岛的上头啊，都在希腊半岛的上头哈。那腓立比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腓立比这个城市原来不叫腓立比，原来不叫做腓立比，它怎么会变成叫做腓立比呢？因为亚历山大的爸爸叫腓力二世，腓力二世当时做马其顿的国王。他做马其顿的国王的时候，当时这个城市不是属于他的，这个城市是属于另外，对不起，我忘了那个人叫什么名字，那是什么人都我忘记了。那么当时这个城市请腓力二世来帮忙，因为他们面对别人的欺负，请他来帮忙。腓力二世看到这个城里头出产什么呢？这个城里头有很多的出产，这个城有黄金，这个城有别人还有银矿，金矿跟银矿。所以啊，腓力二世看到这个就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取得了他就发财了。所以腓力二世就答应帮忙，一帮忙当然引狼入室，就再也不出去了。懂我的意思吧？哈，引狼入室，再也不出去了。这个城市就变成他的了。这个城市变成他的，他就给他改名叫做腓立比，知道了哈。所以这个是很多了，我们也有吧。比方广东中山县，以前不叫中山县嘛，现在叫中山县嘛，因为就是纪念孙中山嘛，哈，所以叫中山县。一样的一个道理，这个城市原来不叫做腓立比，就是因为纪念腓力二世这个国王，所以呢就变成了腓立比。他占领这个城市以后，就利用这个城市的黄金啊、银子啊这些的财富，就去建造他的国家。他的儿子就靠着他所建立这个军队，就往东边一直打，打到了印度。你看到哈，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就借着他父亲所建立的这个部队，当他儿子也是很厉害了，有够厉害了哦，三年半的时间，这个差不多三年。不止，大概六年多的时间，六年七年的时间，他就征服了欧亚非三洲，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帝国。所以非常有意思，你看哈，原来欧洲的势力从腓立比这个地方往东方过来，就征服了整个东方。感谢上帝，保罗来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基督教的教会，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同样借着这个城市就往西方去，就征服了全欧洲。哈利路亚，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同样在这个城市，在亚历山大的手上，它变成一个武力跟破坏跟伤害跟怎么样成为别人的这个咒诅的一个城市。但是呢，当他到了福音，到了基督的手上，他就变成一个什么呢？成为一个祝福的城市。
好，成为一个祝福的城市，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往各处哈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啊，传福音建立教会。那腓立比在当时，他大概在了主前130多年的时候，他就被罗马政权把他抢去了，于是他就变成罗马的一个城市。他不但变成罗马的城市，而且他变成罗马的殖民城市，变成罗马的军队防卫的城市。所以你会发现，读到圣经使徒行传第16章提到说，那是罗马的头一个驻防的城市，记不记得？好，为什么？因为是一个罗马的，把它当作算是所谓的自由城。所谓的自由城市是什么？那个城市里头等同在意大利的罗马的城市，那里头的人有公民权，你记住，那里头人有公民权，那里头人不需要上税给国王，那里头整个国家整个城市里头的统治都是比照什么？比照罗马城市的统治。你知道罗马城市的统治，他们在里头有这种议会啊，有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公民城市。所以这一个城市是一个非常罗马化的一个城市，里头的人都把自己当作是以罗马人为光荣，是罗马人为光荣。那么当时在他们的中间如果是罗马的官员，边上的侍从啊，这些就是这随护啊，身上都带着鞭子的，如果看到不是罗马人的，他随时可以用鞭子来打，他随时就是可以当众抽啊，当众打。但如果是罗马人，他不可以打他，如果打了他，这个人是犯罗马法律的。所以你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被抓，记不记得啊？在腓立比的那个地方，保罗被抓以后就被打了，不问青红皂白就先打了一顿。打了一顿以后呢，结果保罗第二天告诉他，你这样随便乱打我，我是罗马人，记不记得？而且我是生来就是罗马人。为什么叫生来是罗马人？因为有人是用钱买的罗马人，懂我的意思吧？他我不是买的，我本来就是罗马人，我拿的是罗马护照，我拿的是这个罗马护照，你怎么可以随便打我？一下子讲到了狱卒就害怕，赶紧告诉百夫长。百夫长听到也害怕，你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果上告到皇帝那边，上告到罗马政府这个地方来，百夫长的官职就没有了，官位就没有了。所以这百夫长要来什么？要来求他赶紧的离开啊，求他赶紧的离开，说拜托你饶了我这一次好不好，我请你离开。 OK， 好了，这个就是整个腓立比当时的一个背景，你现在知道了哈，腓立比当时的一个背景。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罗马的驻防城，所以就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犹太人就不多。犹太人呢，你会发现呢，比方说加利利海边上，圣经中间提到说，耶稣坐船渡到那地方去。你注意啊，他讲到那地方，地名都不讲，城市都不讲，代表是加利利的十座城，通通是罗马城，懂不懂我的意思？是罗马城的时候，犹太人觉得提到他的名字都是羞耻。所以他们不愿意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你会发现，当保罗来到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时候，圣经中间讲什么呢？他是怎么样？他到哪里去呢？他到河边去，找到一个祷告的地方。如果你看到使徒行传第18章提到他保罗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说他照着素常的规矩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听懂我的意思？在腓立比的时候没有讲进犹太人的会堂，讲说是怎么样呢？讲说他是到了河边，找到一个卖紫色布的吕底亚，因为那边有个祷告的地方。为什么？你知道他的习惯，他本来就是犹太人嘛，犹太人的习惯要怎么样？犹太人的习惯到了安息日他会到会堂里头去。所以保罗在初期的时候，他到每个城市的时候他找到犹太人的会堂，但是当他到腓立比的时候没有找到犹太人的会堂，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犹太人的会堂，这个地方没有犹太人的会堂，这个地方住的都不是犹太人。 OK， 好了，这是大概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一个背景，腓立比城市的一个背景。好了，那么这个教会什么时候建立的？你就要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有录音吗？使徒行传翻到了没有？翻到讲一声，翻到没有？哎，年轻人都会讲，年长的比较不会讲。年长的找到了没有？哎，一起讲一声，找到了我才知道你们找到了。 OK， 好，你看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建立的，
你看第十六章第九节，第十六章第九节，好，在特罗亚这个地方，第十六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第十六章第九节，一起读来。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好，你看到这是怎么样建立的一座城呢？是因为建立的教会呢，是因为保罗啊，本来在特罗亚，特罗亚在哪里呢？现在你有没有看那张图了？特罗亚就在，也在爱琴海的边上。那么在土耳其这个地方，在这个城市里头正在那里服侍，他里头有一个想法，他是想要回小亚细亚去。谢谢。因为他想，看到没有？错啊！他原来在这个地方，他本来准备是往小亚细亚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来服侍的。结果呢，圣灵阻止他，圣灵给了他一个启示，让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在做梦里头梦见什么呢？梦见马其顿人，这里有马其顿，看到没有？马其顿人，马其顿人来对他说：“保罗，请你过来帮助我。”于是他就觉得那是上帝的呼召，于是他就从特洛亚这个地方开始坐船，啊，坐船就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就到了菲利比这个，这是他的头，撒摩亚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撒摩亚这里哈，他就开始进入了菲利比的头一，就是这个罗马的头一座城，来到了菲利比这个地方。好，下面你再来看，他说这是哈第十二节，从那里来到菲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座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第十三节一起读来。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好，他说他们就到了一个河边。我们打一下下边的投影片，在这张投影片里头，不是啊，对，这些投影片里头先让你看一下哈，这一个据说传说中，这个就是保罗被囚的监牢。好，保罗在腓立比被关在哪里？传说中就是这个监牢啊。再看下边一张，那么这个时候破破烂烂的了，大概地震震垮了以后的这个监牢的情况，里头的情形啊。再看下边一张，这个是保罗地震震毁了以后，这座城市有多大？腓立比现在这座城市已经不存在，现在是一个新的，旧的已经不存在，据说有700平方英里，很大，这个城市很大。当时这个城市大概住了大概20-30万人是有的，相当大的一座城市，而且是纯粹照着罗马式的建筑。你看它的遗迹就会发现，它纯粹是用罗马式的建筑来建造这座城市。再看下边一张，这条河据说就是吕底亚受洗的河，就是在这一个腓立比的城外。吕底亚，知道吕底亚是谁吗？刚刚我们读吕底亚是哪个城里头的人，一起读一下，吕底亚是哪个城里头的人？吕底亚是推亚推拿城里头的人。记不记得推亚推拿在启示录里头也提到，七个教会里头其中有一个教会叫做推亚推拿。你们早上有参加启示录查经的就会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没参加的你就不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这个城市就是生产很多的紫色染料，所以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就是紫色染料。所以呢，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布匹是紫色的布匹，所以在当时这属于高级的布匹。所以吕底亚很可能在当时算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女强人，是一个财富，一个财主，一个女财主。好了，那么保罗就来到这个地方跟他们一起。你看第十四节，有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拿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亲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于是他就请保罗到他的家里头去，然后呢就发生了，就在那边开始建立教会。然后呢他就被抓到监牢里头，在监牢里头发生地震的时候，说不定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牢破掉可能就是当时地震的应当不是了。那么地震的时候，这个保罗就在监所的中间带狱卒信了上帝。于是你会发现腓立比教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建立？腓立比教会在一个紫色布匹的妇人家里头建立，腓立比教会也在监所中建立。好，腓立比的教会当时的背景就是在这群人中间建立。所以你会发现腓立比教会当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外邦人所建立的一个教会。
腓立比教会不是犹太人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它中间没有犹太人，它中间的没有犹太人，它全部都是外邦人，它全部都是外邦人。好了，那么这一个教会跟保罗的关系怎么样呢？这个教会跟保罗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所以在保罗的书信中间常常提到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我上面列了一些的经文哈，列了一些的经文，比方说罗马书十六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十六章二十六节，说什么？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抽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什么穷人。你看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提到了马其顿，提到了这个腓立比的这个马其顿的教会。然后你再看格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来，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这个指的是什么？一样是指的腓立比的教会想要捐款去帮助耶路撒冷，好，他们要捐款去帮助耶路撒冷，好，那么而且呢说他们是在极穷之间。你记住保罗形容这个教会不是很有钱，他这个教会在极穷之间仍然显出什么？显出乐捐的厚恩。好，你再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节，第四章第十节，好，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教会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你看到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哥林多后书、罗马书都提到马其顿的教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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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源在哪里？都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好，发源都在腓立比，所以他跟保罗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所以在保罗的事工中间，保罗的服事里头，常常有腓立比教会背后的支持。保罗的同工中间提到很多的人都是腓立比教会的。所以我们读到腓立比书或者什么都会提到腓立比教会里头的什么以巴佛提啊等等啊，都是腓立比教会里头的同工。然后呢，保罗走到什么地方去，经常有腓立比教会背后支持奉献他。腓立比书基本上头就是保罗谢谢腓立比教会奉献前支持他的一卷书，懂我的意思？那是一封感谢函，就如同我们收到礼物的写张卡片，谢谢你，我们只是写张卡片，保罗写了一本书。我们谢谢人写一张卡片，打个电话谢谢你，但保罗没有，保罗写了一本书，写了一本好长好长的信，好长好长的信，哦，在这整封信里都充满着感谢，充满着喜乐，充满着盼望，充满着积极，你简直很难相信那是一个在监所里头的人所写出来的。 OK， 好了，他给他非常多的帮助，金钱上面以及他的同工等等。好，你现在翻到后头来，我们讲说这里头啊，提到这个很多他的同工啊，你看这个提到说以巴佛提啊、尤阿爹寻都基啊等等等等，以格利勉啊，都是他的一些同工。写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写这本书原因很简单，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听说保罗坐牢在罗马这个地方，于是呢他们就打发以巴佛提送了一笔捐款到这个地方来，保罗就是为了这个感谢，充满着感恩写这封信。当然写除了感恩，他就写出很多很多的东西来，如同对不起啊，如同你看外边的树从主干长出来，长出来以后长一长长一长，他就怎么样伸出枝干来了。谢谢主干长出来以后长一长长一长长一长，他就伸出枝干来了。腓立比书就是这样，他从感恩感谢开始，就讲一讲，讲出很多其他的东西来了，那个枝干长出来就变得很漂亮，就变成一棵树，如果没枝干就是一根竹竿，就是因为很多的枝干，很多的枝干长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棵树。好，但往往就是我们进入枝干就忘记他在讲什么，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问题，我们常常进去以后就忘记他读什么。好了，这本书有什么特色？这本书有一些特色。第一个，这本书里头全部没有提到旧约圣经，很特别，很特别，一句旧约圣经都没有引用。为什么？因为怎么样？不知道，你能想为什么？他是写给外邦人的嘛，听懂我说的吧？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可以读旧约圣经了，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书可以读啊？懂不懂我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哪里有翻译成为其他的文字呢？所以对于外邦的教会来讲，旧约圣经对他们来讲简直没有意义，了解我的意思？
在那个时代外邦的教会旧约圣经对他们简直没有意义，所以呢，他写给腓立比的书信里的完全没有一句旧约圣经，一句都没有，一句都没有。好，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呢，这卷书里头充满着什么？喜乐、欢喜、喜乐、欢喜，大概有多少次呢？大概有16次，你去查哈，非常有意思。提到喜乐、欢喜、喜乐、欢喜，16次。哎，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在监所里头的人，而且关了很久，而且是很委屈的，很委屈的，关了很久哦，因为他在该萨利亚。菲利比那个在该萨利亚的监狱里头就已经关了很久，哦，就是在西律王的那个地方，西律那个地方，就关了很久，关了很久，关在该萨利亚，关了很久，然后呢送到罗马这个地方了，在罗马这个地方又软禁了很久，又软禁了很久，在这么久的坐牢的期间里头，他写出来的信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啊，不但他里头充满着盼望，他告诉我腓立比的教会你们要喜乐，所以最有名的经文就腓立比书4章，哦，那里提到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你们要靠主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记不记得，哦，这是非常有名的经文，应当一无挂虑，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在基督耶稣里必赐你们，必将什么赐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哦，你看这非常有名的经文在这个地方，这个是这是一个人在什么时候里都写的经文呢？在坐监的时候写的经文，这是一个在什么时候写的经文？受很多委屈的时候写的经文。你注意，那真的是很大的委屈耶。你知道他为什么坐监牢？因为耶路撒冷的人把他送到监牢里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把他送到监牢里头。他为什么会回耶路撒冷？因为带着马其顿、带着哥林多、带着外邦人的捐款，要回到耶路撒冷帮助犹太人解决他们的饥荒，解决他们的贫穷，解决他们的艰难，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是带着钱回来帮助耶路撒冷人，然后呢这一群人恩将仇报，就把他送到监牢里头去，不但送到监牢里头，还想把他杀掉，把他干掉，你会不会觉得很冤呢？如果是你，早知如此饿死你算了，早知如此干嘛送钱回来，早知如此根本就不要理你嘛，你这个城市里头的人这么可恶，不要理你嘛。哎，你注意在这样的里头，他被关了以后2年多的时间，在该萨利亚就关了2年多，然后再坐船到罗马去，好，他一路里头的颠簸，一路里头的辛苦，一路里头的艰难，命都快没有了，但是你注意这个人充满着喜乐，整本书里头出现了16次的喜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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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着喜乐，告诉边上人要快乐一点，哎，保罗都能够快乐，巴不得我们都快乐，所以我们今天到明天读一本最快乐的书，我们读的是圣经中间最快乐、最快乐、最有盼望的一卷书，最有盼望的一卷书。好了，这本书里头提到什么呢？9次提到福音、福音、福音、福音。同工们，你要找到一本书的特点，找到一章、一篇文章的特点，你只要看它里头重复什么东西，大概就知道了，对不对？比方一篇文章在描述他妈妈，你会发现他每一段都在讲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她如何如何如何，我的妈妈她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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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不懂我的意思？一样嘛，在书信中间，你要读圣经呢，哈，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诀窍，特别是保罗书信，你只要把它重复的话都画起来，你要记住哈，重复的话都把它画起来，画起来，画起来，大概那就是那一卷书的重点，或者那一段文章、那一段信息、那一段圣经的重点就在那个地方。你只要把这个每个都圈起来，圈起来，圈起来，就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快乐，表示这卷书是什么？是一卷快乐的书。这卷书里头连续啊9次提到福音，表示这卷书是什么？这卷书是鼓励腓立比人好好传福音的一卷书。好，鼓励他们好好传福音，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好，又提到说什么？他说我所遭遇的是通通是为了福音，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好意，有人传福音是嫉妒，没关系，无论如何福音终究被传开来了，基督终究被传开来了。所以你看这卷书在讲什么？这卷书在讲好好的传福音，告诉边上的好好的传福音呀。好了，
这个大概就是整个腓立比书的一个背景。好，我们先对它的背景做一些的了解，然后你再来读它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回到那个历史的里头，回到那个图画的中间，回到那个故事的中间。哦，那是很不一样的。让我去过以色列啊，今年去过以色列，那是六月间去的，到现在我每次只要读到福音书，我告诉你，我就立刻回到六月间的光景，回到我走过的耶路撒冷，回到我走过的加利利海，回到我走过的加百隆，回到我走过的拿撒勒，回到我走过的伯利恒，真的不一样。我真的告诉你，那个感觉啊，完全不一样。当然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这里，不说没有办法了，哪一次我们走一次保罗旅程就可以了吧。好，我们走一次保罗的旅行的这个路线呢就可以了啊。那么但是至少你要知道，在读圣经的时候，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要回到保罗当日的时代。我给你这些 picture， 把这些背景都放在你的前头，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要回到这个时代，然后再来思考这一卷的圣经，再来读这一卷的圣经，知道了吗？ OK， 比方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就读帖撒罗尼迦这一段，你要读到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是跟帖撒罗尼迦有关系的。你读到哥林多的时候，你要读到第十八章、第十九章，这个地方开始进入了哥林多这个地方。你读以弗所的时候，你要读到十九章、二十章，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章这里头所发生的一些故事，懂我的意思啊？然后你去了解它。那你说牧师啊，这么多的一些背景，从哪里去找资料的？给你推荐两本圣经，来来来，这两本拿给我一下。我特别要书房一定要进。对不起啊，不是为了要赚钱。一本是祈祷本，有祈祷本的举手。我知道有很多人有了，但是我知道最有很多人还没有。这本祈祷本是非常早期的，在华人教会中间应当已经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差不多有二十年的历史了。那么是一本里头有很多跟历史背景有关系的东西，在它分论上头。如果有这本圣经的，你一定好好的用它；没这本圣经，你可以在底下买，买了以后请你好好用它。我知道很多人买了回去都不会用它，他从来不去看底下的注解，从来不去看底下的这些的东西，他这些的东西里都是他的一些的背景注释。这个是 NIV 的 Study Bible， 好，这是 NIV 的研读本圣经，就是新国际标准版的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它的注释也相当的好，然后它里头也有一些 topic 也非常的好，它里面 topic 也非常好。你需要这些东西的目的在哪里？需要这些东西的目的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帮助你了解一些当时的历史背景，好不好？帮助你去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你比较不会去读错，你比较能够去进入圣经里头的情况。底下我们书房只有二十本，书房只有二十本，所以你们可以在底下可以去购买，而且它印得真好，你知道。一本好圣经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拿到它会很想读它，听得懂我说的吗？一本好书啊，是拿到它你就想读它，这个就是印刷成功的地方。印刷成功的地方就是让你拿到它会想要读它。一本最烂的印刷就是拿到它你就不想读了，那就是很烂的印刷。这两本印刷的都很不错，看起来以后你会想要读它。我就推荐这两本，帮助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好了，我们今天开始进入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把这个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翻到没有？对，你要讲一声我就知道了。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哈，我们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功，你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果子，荣耀称赞归于神。好，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你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从第三节开始，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怎么样，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怎么样。哎呀，他为他们充满着感恩，他为他们充满着感恩。这一段里头，从这个这边开始一直到第七节第八节，提的都是他为这个教会的感恩，他为这个教会充满着感恩。他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感恩呢？第一个，他说我一想到你们心里就怎么样。哎，真好哎，这个教会是让人家什么样子的教会啊？想到就会怎么样，像我想到我的孙子我就会笑，想到我的女儿我就会笑，当然想到师母当然会笑。呀，你知道当你想到你的儿女你会笑，因为什么？你爱他，对不对？因为你爱他，你想到会笑，因为他让你快乐，他就想到会笑。有没有一些人想到就让你心痛的？有没有？有。有没有想到让你愤怒的？有没有？有。现在全台湾有一个人让他想到就很愤怒的啊。你们为什么笑？奇怪。啊，有人让你想到的就是很愤怒，有人让你想到的时候就很生气，有人让你想到的就很难过，有人让你想到的时候就很遗憾。但是呢，这个教会让人在想到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样？很欢喜。想到保罗，想到他就充满着感恩。你想什么样的人让他想到会充满着感恩？如果用在今天，什么样的人让人想到会觉得很欢喜？或者这么说，你认为你是一个让人想到欢喜的人，还是想到的就想躲开的人？想到说哇，到教会要看到他了好高兴赶紧去，还是看到他我就闪一边的人？你想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必回答我，但是你想想看，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别人想到你的时候是一个想到就好高兴哦，可以看到你了，好高兴哦，要到你的边上来，好高兴要跟你说说话，好高兴跟你坐下来喝杯咖啡，还是想到你就想远远的躲开你？好了，这个教会是一个让想到就欢喜的人。告诉边上的人，你要做一个让人想到就欢喜的人。弟兄姐妹，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属灵的事固然是自然会发生的，但是生命中间的事也是你要立志才会发生的。听得懂我说的吗？是你要有一个立志的，你不是坐在那里参加聚会属灵的生命就会改变。 No， 从来没有这回事情。你不是坐在那个地方神秘的事情就发生。 No，也有这种事，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属灵的生命更快的成长是在哪里？是你在上帝面前立定的一个心志。比方保罗说，我看万事如同什么，这是腓立比书上面的话，他看万事如同粪土。为什么会看万事如同粪土？当然是一个价值观念的改变，但是呢，也是什么？也是一个立定的心志。他立志，他立志决定我拒绝这些东西，我不要这些东西。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注意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态度。他本来向着这个地方走的，现在决定了我不走了，我开始这么走。你看，这是一个决定，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决定是说，我本来是往这边走的，往这边走的，现在我开始做一个决定，不再过去了，回过头来，你看这是什么？这是自己在上帝面前立定一个志向。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信耶稣这么久，你都从来没有在上帝面前立定过一些的志向，所以你属灵的生命，信耶稣跟没信耶稣没两样，你的脾气没改变，习惯没改变，个性没改变，说话没改变。你要在上帝面前要有一个定义，说上帝啊，我信了你的，我应当要有所改变。上帝，我信了你的，我应当变成一个可爱的人。告诉边上，我应当变成一个可爱的人。你要立志，你才会变得可爱。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要立志说，上帝啊，你来改变我。属灵的生命一定要有这份立志在里头。哦，信耶稣信了很久以后都不知道要有这份立志，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被上帝调整，越来越被上帝调整，发现对呀，应当要立志啊，为什么不告诉我的弟兄姐妹要立定这个心志呢？我就想到这个礼拜天晚上的时候，那个谁余中哲弟兄在我们中间讲的很有意思，他讲说人就是情感啊，然后理性啊，然后加上意志，记不记得？他说魂是魂，就是这三样东西，魂就是这三样东西。他说啊，看到一个女孩子好漂亮，过去走过去，然后回眸一笑，哇，就觉得好像他在告诉我说要跟我做朋友的样子，哇，就受吸引的开始要走过去。他走过去的时候，理智告诉他不可以，你结过婚的。于是又开始回过头来，他想想不行不行不行，想想没关系，没人知道，他就对我那样子，说不定我还可以再走过去。理智告诉他不可以，但是情感告诉他要过去，但是意志告诉他不可以，回过头来。刘姐妹，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你知道吧？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属灵的生命在你的里头，你知道了很多东西，但是你从来没有立志过，所以你一直不可爱。有在你的生命中间有太多不可爱的东西，你觉得那个不可爱的东西是天经地义在你生命的里头，不对，那个不可爱的东西不应当天经地义在你生命的里头，你是绝对可以脱离它的。告诉别人，你绝对可以成为一个可爱的人。好了，他为什么会为他感恩呢？你看他下面又讲，因为第四节，对不对？第四节还是第五节？对不起，眼睛看不见，第五节。因为怎么样？因为从头一天怎么样，直到如今，你们是怎么样？弟兄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他经常会有一个语气，保罗特有的书信的语气，就是因为，因为，或者有的地方写所以。他写因为的时候，未必见得会写所以，但他的因为，他的所以在哪里？可能在前头，也可能在后头，懂不懂我的意思？他可能前面讲讲，然后说因为。好，或者讲讲因为，然后所以，知道吗？啊，这个就是保罗特有的语气。你读圣经的时候，注意他的因为所以，大概你都可以抓得住圣经中间的重点，抓得住圣经中间的重点哈。所以这个地方讲说，为什么为你们感恩呢？为什么这么快乐呢？其中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他们怎么样？他们同心合意的怎么样？你读圣经的时候要把它读得细一点。他们兴旺福音，他们怎么兴旺福音呢？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怎么样同心合意的呢？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从头一天就兴旺福音，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兴旺福音，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哈利路亚，阿们。你记住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在外邦人的教会里头，他们同心合意，一起去面对外边的一些事情。他们是从头一天开始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好，从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巴不得在圣诞节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候。Amen。如果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相信新店可以被我们翻过来，台北可以被我们翻过来，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当时120个人翻转了地中海，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翻转台北算什么？算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而且看到台北啊，充满着都是一群懦夫，我们勇士在这里，哈利路亚！这一群懦夫，我们岂能不翻转他们？当然会被我们改变，好，当然会被我们改变。OK， 好了，然后呢，
他们还是一群像什么样子的人呢？你看哈，他们是还是一群像什么样子的人呢？你看哈，你看第七节，第七节，一起读来。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怎么样？他说他想到他就很快乐，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这群人不论什么时候都跟保罗在一起。保罗在证明福音的时候，他是跟他在一起；保罗被关在牢里头的时候，他仍然跟他在一起。你知道这一点对保罗的就是很大的安慰。好，证明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前面征战，不，保罗说有腓立比人在背后支持他，有腓立比人站在边上帮助他。不但是这样，保罗关在牢里头了，关在牢里头了。很多时候人一关到牢里头，朋友就没有了。一关到牢里头，大家就划清界限了，一关在牢里头就没有人理你了。今天在台湾这个算是比较法治的社会都还会有这样，更何况在那个时候罗马的时候，罗马政权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根本是一塌糊涂，没有什么法律的事情呢、啊、没有什么法治的事情呢、啊、对不对？谁有刀讲了就算，谁有权力讲了就算了。在这样的情况里头，在这样的情况的中间，他仍然跟保罗站在一起，那这样很大的勇气耶，你懂我的意思吗？要不然话说，保罗抓了，他的徒众一起抓，他的跟随者一起抓，保罗抓了，教会里头其他人通通一起抓，哦，通通一起抓。但这群人仍然跟保罗在一起，很有勇气啊，很大的勇气，仍然跟保罗在一起。所以保罗说，想到他们就觉得真是很快乐的事情。好，请你看第六节，第六节，我们一起读来。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的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为他们感恩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呢，是我自己在思想的。你知道保罗在腓立比的教会，在腓立比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对不对？我想 大了不起两三个礼拜吧，两三个礼拜就离开了，好，两三个礼拜就离开了。但是呢，腓立比教会居然发展起来了。所以保罗说什么？这是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怎么样？那是耶稣基督自己做的，不是我做的。耶稣基督动了善功，他必完全这功，他必完成这功。所以这个教会很特别，保罗只是种了一个种子，保罗只是种了一个种子，然后这个种子长起来，长起来，长起来，就变成一棵大树。这个种子长起来就变成一棵大树，所以这个真的是生命的种子撒下来，它就会变成大树。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长起来，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改变，但是只要能使得生命的种子种下去，那个情况就不一样。所以他说，上帝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那是上帝做的，不是我做的。所以保罗想到他们就充满着感恩，因为第一个他们真是让人欢喜的教会，所以想到他们就很快乐，因为他们是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因为他们是一直跟保罗站在一起的，站在一条阵线上面的，因为他们是上帝亲自所建立的，所以他就一直为他充满着感恩。好了，他不但是为他充满着感恩，请你看下边他为他的祷告，我们看一下他为他的祷告。你看哈，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一起读来。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好，前边是为他的感恩，这个地方呢，第九节说什么呀？我说什么？我所祷告的。好，你读到这里你就要注意到，读圣经的时候，我所祷告的，他到底祷告什么？他祷告的是什么？要他们的什么爱心，然后呢在知识和什么各样见识上怎么样多而又多，然后呢能够分别是非，然后呢就结满了什么仁义的果子。
你就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这是他为他们的祷告，他为他们的感恩，是他们同心合意，他为他们的感恩，因为他们想到他们就欢喜，他为他们的感恩，是他愿意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为他们的感恩，是因为这群人是耶稣基督亲自做工的，所以他就为他们感恩。然后他就开始不但是感恩哦，他又为他们祷告，他为他们祷告，他为他们祷告什么呢？他为他们祷告第一个说什么？你们的爱心怎么样？在知识和什么各样的见识上怎么样？他们有爱心，非常有爱心，所以他们一直支持保罗的工作，非常有爱心。他们愿意捐款，自己很贫穷还愿意捐款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这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教会，爱心没问题。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你们的爱心要在什么上面多？知识跟什么？为什么特别讲爱心要在知识跟见识上多而又多呢？如果一个人有爱而没有知识跟见识，会变成什么？嘿嘿，对了，叫烂好人。一起说烂好人。如果只有爱心而没有知识跟见识的话，那就是一个烂好人。有没有这种烂好人？我告诉你，教会最多，你知不知道？教会里头充满烂好人。教会里头经常一讲到爱心就脑袋就糊涂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不要忘记哦，圣经中间是行公义加上什么？你要记住哦，公义跟怜悯要连在一起哦，不是只有怜悯没有公义哦，懂不懂我的意思啊？不是只有怜悯而没有公义哦，所以我们不是只有爱而没有见识哦。你如果爱而没有见识会被骗哦，爱没有见识你会做错事哦，爱没有见识你会伤害一个团体哦，会不会？告诉我会不会？我举个例子，我们教会已经越来越健康，所以我们教会一直讲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再说一遍，来，我们为什么一直讲健康呢？因为哈，全世界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都不健康，大部分都不健康。比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有人就说：“哎呀，牧师啊，某某人受伤了，离开教会了。”你知道，一讲的意思就是教会伤害了人，所以他离开教会。我告诉你，他受伤可能教会一点都没错，是他错，同意不同意？你不敢同意，所以回答的这么小声。他为什么受伤？因为小孩很不听话，到处乱跑。于是我们有服务人员就跟他讲：“某某姐妹，拜托你管一下小孩，他会影响我们的聚会。”于是他，我受伤了。这个人没有爱心，我受伤了，我换一个教会去了。请你告诉我的服务人员有没有错？告诉我有没有错？到底谁错？告诉我谁错？是这个受伤的人错，你懂不懂我的意思？这是这个受伤的人错，跟我服务人员有什么关系？我服务人员没有讲错事情啊，我服务人员做的是对的事啊，但是他就受伤了，你知道吗？他就受伤了。比方有人说，现在我们教会没有这种事了，说哎呀，牧师都不跟我握手，所以我受伤了，我离开教会，啊，就是。于是又来跟牧师讲，牧师啊，他受伤了，他离开教会了，因为你没跟他握手。对不起啊，现在我们教会没有这种事了。以前的时候，常常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罪恶深重，你怎么懂我的意思？让人离开教会，罪恶深重，罪恶深重，让人受伤，我罪恶深重。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奇怪，圣经中间什么地方讲过，牧师聚会以后要跟每个人握手？握手没有错了，握手没有错了，那圣经没有讲这个啊。然后呢，我真的要说，不是我不跟人握手，哎，我握不了，握不完呢，你知不知道？哪里握得完嘛？每次都左手握一个，右手握一个，眼睛看一个，嘴巴说一个，头点一个，脸都扭曲了，跟那个老些麻痹的一样。然后还说你都没跟他握手，所以他受伤了。拜托你了，我怎么敢让你受伤？哦呦，你是天之骄子，我岂敢让你受伤？我爱的疼你都来不及，就怕你受伤。拜托，请你告诉我，到底是那个受伤的不健康，还是谁不健康？告诉我谁不对？那受伤的不对嘛，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我一直讲，我们教会里头没有受伤，我们教会里头只有什么？哎，只有吃大便，哈利路亚，没有什么受伤。你要记住，人的成长都在受伤的中间。一起说，人的成长在受伤的里面。对不对？告诉我哪个人成长不受伤，能不能告诉我？告诉我哪个人走路没有跌倒过，告诉我。告诉我哪个人骑脚踏车没有摔跤过，告诉我。每个人都有，
就是因为会跌倒，所以你才会走路，是不是？会摔跤，所以你才会骑脚踏车，是不是？所以你要记住，教会一定要健康。 Amen。 好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有很多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一群烂好人，你知道吗？教会烂好人烂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告诉对错是非，在教会中间没有办法讲对错是非。因为什么？他受伤了，他受伤了，怕他受伤，所以不能够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很健康的活出爱心来。 Amen。 好不好？我们要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教会，但是我们要一个非常健康的教会，是不是？如同我这么说，我举个例子哈，小孩子在家里头，小孩子在家里头要看电视，妈妈说明天考试了，关起电视来去做功课去，孩子不理妈妈，继续看。妈说听到没有，关电视。就孩子说不要了，我要看完。妈说明天考试了，我要看完。妈妈告诉我妈妈会做什么？把电视关掉。把电视关掉了以后，他怎么样？他在那又哭又跳又踢，哎呀，跟康熙一样。告诉我他怎么又蹦又跳又踢的时候，告诉我妈妈做什么？告诉我妈妈做什么？妈妈会不会说好，不哭不哭，乖宝乖宝乖宝，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你，开开电视让你看。会不会告诉我，会不会有这种妈妈？不会。妈妈是说什么？再哭鞭子伺候。听懂我说的？对不起啊，教会不会鞭子伺候了。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教导弟兄姐妹用健康的态度来在教会中过教会生活，不在爱心中间被打折扣，懂不懂我的意思？爱心是要建造在这种知识和见识的上头，让这个教会才能够努力的往前头去。你知道教会经常就是好去处理那些哄那些不健康的，一直哄他，一直哄他，一直哄他。哎呦，我告诉你哦，我在教会里30年了，我告诉你，我花了28年的时间在处理这些事情。我真的告诉你，我真的很懊恼，你知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说，我已经58岁了，我可以不处理这个事了吧？可以不可以？告诉我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把教会带到健康的路上，快快乐乐往前面走，好不好？好不好？ Amen。 所以爱心还要加上什么？见识跟什么？知识上面多而怎么样？又多。爱心要多而又多，但是一定有一个基础，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 Amen。 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现象？第一个，我们的教会会快快乐乐的成长。第二个，给台湾的教会带来健康的榜样。台湾的教会整个会受我们的影响，不但台湾的教会会受影响，我告诉你，所有的华人教会会受我们的影响。就从我们这个地方开始嘛，给整个教会带来一些健康的属灵的气息嘛，好，给教会带来一些健康跟属灵的气息。好，下面不单说为他们祷告，说他们的爱心要加上知识跟见识，又说什么？他们能够怎么样？分别是非。好，你有了这个以后，你不会在爱里头就分不出是非来了。然后又说什么？还要做什么？诚实无过。哦，很重要，诚实很重要。一诚实了以后，你就比较不容易犯错。不诚实以后，就一堆再加一堆再加一堆，说一个谎，后边就连说3个，连说5个。然后呢，大家都知道你在说谎，只有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谎，其他每个人都知道你在说谎，你在说谎，你在说谎。所以在上帝面前，诚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你就可以看得到吧，你就可以看到今天台湾的社会就是有人说谎，然后不诚实，然后就一直凹，一直凹，一直凹。你会发现，哇，我就觉得在台湾很有恩典。为什么？全台湾都在学功课，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真的学了，你就会发现，哎呀，感谢上帝，这个是台湾，你在别的国家看不到了，在台湾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不是那个意思啦，我完全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因为台湾是一个资讯很透明的一个国家，你懂我的意思？台湾是一个老百姓的知识水平很高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很多这些的事情，看得很清楚，所以可以学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讲，今天发生的事都不是坏事，因为今天发生的事都是为了上帝在后边要建造一个更光明更透彻的更好的一个社会。我一直讲的是 OK。 好了，我只是回到这里，让我们做一个诚实无过的。第一个，你少犯错，你就少说谎。
你就不必怕人家知道你。若真犯了错，弟兄姐妹告诉你一件事情，勇敢的去面对。有错就承认，告诉别人有错就承认，有错就承认，这是最好的事情。你知道只要一承认了，别人就不说你了，对不对？不承认，别人就继续说继续说继续说，然后你就继续凹，你就继续在那里变，这最笨的人了。你只要承认了，什么事都没有。你也承认了，很多的事情减少很多的压力，减少很多的问题，所以很重要很重要。有错就要承认。好，下面继续看他说什么呢，而且要他怎么样。第十一节说什么，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叫什么，他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一样的，弟兄姐妹把它读细一点，他说第一个你要结果子，然后呢结多结少，要结满了果子，然后呢要结什么样的果子，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怎么样结满仁义的果子？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以至于怎么样呢，人家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什么，归给神。弟兄姐妹，他说为你们祷告，叫你们爱心有见识，叫你们爱心有知识，然后为你们祷告结满仁义的果子，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弟兄姐妹，不单是结果子，而且是结满了果子。你只结一个两个这个都不行，你要结满，多结一点，结得满树都是，整棵树上边充满着果子，一颗一颗的苹果，一颗一颗的柳丁，好，结满了这样子的果子。怎么才会结呢？靠着耶稣基督，不是靠你，你结不出来，你无法结出来，是靠着耶稣基督。你的根扎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头，扎在圣灵的水流里头，扎在上帝的话语的中间，扎在上帝那个教会的生命的中间。你整个扎了下来以后，你就开始可以结果子，因为你得了这个养分，得了这个供应，得了这个生命，你就自然结果子。你注意，不是做果子，是结果子，是从里头很自然流露出来的果子，是从里头很自然的就流露出这样子的果子来，很自然的就流露出这样子的果子来。所以这是他们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呢？你爱心里头，你的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为他祷告，你们要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你要做诚实无过的人，你要做诚实无过，跟边上说要结满仁义的果子。弟兄姐妹，你自己可以在里面反省，在你的生命中间有没有果子。如果你有的果子是又苦又涩的果子，还是又甜又美的果子？你的果子是美丽的果子，还是让别人看了以后很恶心的果子？你的果子是吸引人的果子，还是叫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果子？避之唯恐不及的果子。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多结一些的果子。好，下面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二到二十节，十二节我们开始来读，先看十二节，一起来读，来。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是要加增我苦所的苦处，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终究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好，
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照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哇，这一段真是很美的一段。这一段在讲什么？这段保罗在讲到他自己的遭遇，他用一个很奇特的眼光，那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眼光，非常正面的眼光，来讲到他自己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他遭遇的是什么？他遭遇的是坐牢，不但坐牢，坐牢坐很久，不但坐牢坐很久，而且坐船到罗马去，一路上怎么样？遇到大风大浪，不但遇到大风大浪，这个船还坏掉，不但船还坏掉，到了岛上还被毒蛇所咬，记不记得？遭遇了这许许多多的事情，最后来到了罗马这个地方，也没有得到公平的审判，还被软禁在那个地方。他当时是处于一个软禁状况，有部分的自由在那个地方。好，在这样的情况里头，但是他你知道他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面对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他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你看哈。他的态度是什么？他是充满着积极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他怎么样看呢？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认为自己遭遇的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你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一起来读，来。他什么？他看到一件事情，我被捆绑，哎，这是个被福音的使者，这个传福音的使者被捆绑了，福音不是传不开来了吗？他说不不不，正因为我被捆绑了，福音传出去了，正因为我被捆绑了，福音大得复兴了，好得不得了。为什么？他下面就讲，他说复兴在哪里？你看第十三节一起读，来。在御营全军中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哎，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自己，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说我遭遇这件事情，福音就在御营全军中的人传开了？为什么？懂不懂我的意思？这个人坐牢，结果呢，关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整个罗马部队，御营全军，这个指的是大概是6000的罗马的军团了，一个军团是6000人。所以当你读到这个魔鬼那个格拉森人身上的鬼啊，跟耶稣讲说，我的名字叫做群，什么群呢？就是一个军团，就是像一个军团那么多，6000，懂不懂我的意思？罗马军团一个兵团是6000人的，他们的组织架构等于是我们一个师的，以前一个师级的部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军团是6000人。他说这个6000人，整个御营全军的人，都因着我知道我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耶稣的缘故。为什么？因为保罗在御营全军，在御营军中布道吗？圣经没讲，但我认为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你注意，当他从该撒利亚坐船到罗马的时候，是由一个百夫长带着一群罗马部队押解着他在船上过来，结果在船上遭遇了很多的事，对不对？好，他们本来要把这个保罗杀掉，这百夫长说不行，然后这个保罗还在那个地方告诉他们说，赶紧吃东西，你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了，等一下船会坏掉，现在赶紧吃，干嘛？等等好游泳，你知道吗？保罗告诉他赶紧吃东西，等一下要游泳上岸的，要不然你们通通会血糖太低，通通死掉了在海里头，所以赶紧吃东西，饿得这样怎么游泳呢？他说船等等会坏掉，等等通通要游泳，他们就赶紧吃，果然船坏了，你知道，半信半疑，果然船坏了，他们真的游泳上岸。上了岸以后呢，又发现一条蛇咬到保罗的手上，保罗把这个蛇甩下去，居然没事，居然没有事。哎，请问你告诉我一件事，当他们整个部队平安地到达罗马的时候，会不会跟他的同僚，跟他部队里头其他的同事谈到他们的经历？会不会谈？会不会谈到他们有很奇特的遇到大风差点死掉的故事？会不会？会不会提到在那个时候幸好有一个囚犯叫保罗教他们吃东西，说他的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个船会坏掉，只是我们每个人不会死掉，真的没死掉？会不会讲这个？他们会很神奇的讲，奇怪了，保罗讲的都准嘞，他说船坏真的坏掉，他说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死，真的没死掉，然后呢他又被蛇咬了还没死，因为他说他的上帝救了他。告诉我他会不会讲这个故事？会不会？
这故事会不会传遍御营全军？会不会？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保罗所遭遇的真是很艰难的事？保罗自己祷告，在罗马书第一章上面，他写给罗马人的教会，他说我求上帝给我平坦的路可以到你们这里来。上帝是给了他一条路来，但一点都不平坦，是不是？一点都不平坦，风风浪浪，暴风雨，又有毒蛇，啊，这一路过来一点都不平坦，又是囚犯。但是告诉我，这里头有没有上帝的恩典？保罗看到这里头有上帝的恩典，虽然我遭遇这么多的苦，没有想到御营全军就都信耶稣，都认识上帝了，都知道上帝了。还有什么比传福音用这个方法更好的？他们自己在传，他们自己在说。弟兄姐妹，可能在你生命中间有一些你很不顺意的事，如果是你不喜欢的事，我告诉你，一定是上帝的计划，同意吗？因为你不喜欢的事绝对不是你的计划嘛，那一定是上帝的计划。那如果是上帝的计划，一定是好的无比的计划。 Amen。 所以你要为你所有不喜欢的事感谢上帝。你很不喜欢，但他绝对有上帝的恩典，只是你现在看不见。就如同保罗看不见，他为什么会这样一路到达罗马去，他完全看不见，但背后有上帝的恩典。如同约瑟被关到牢里头，这完全不是他的计划，他怎么会做个计划将来要被卖，而且要做奴隶，不但做奴隶而且会下监牢，他哪里有这种计划？有人做这种计划吗？两年以后我要做监牢，我的计划就是两年以后到埃及被卖为奴隶，没有人做这种计划吗？没有人做这种计划，那不是他的计划就是上帝的计划。告诉边上，不是你的计划就是上帝的计划。哇，你看我到了50多岁才认识这个真理，我这前面以前服侍上帝30年我都不认得这个真理，我就到了最近几天才认识这个真理，发现不是我的计划就通通是上帝的计划。比方来新店，不是我的计划，那是他的计划。留了这么久，一辈子留在这里，这不是我的计划，那是他的计划，那通通是他的计划。如果当时上帝告诉我，张茂松你要留新店留一辈子，我告诉你，我打死不认，你知不知道？我打死不要，我跟你说，当时我一定是打死不要，我说不要，但是就是不是我的计划，那就是上帝的计划。哈利路亚，那就是上帝的计划，真是感谢上帝。 OK， 好了，然后呢，他说为什么可以感谢上帝呢？因为下边很有意思，第十四节一起来读，来，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怎么样。这真的很有意思哎！他说我被捆绑了，但是我的弟兄们呢，多半因着我被捆绑信心越发坚定，这真是很奇特哦。按理来说是信心应当开始遇到挫折，应当退后，因为我们的师父被关了，因为我们的牧师被关了，我应当退后。他说没有，他说这些弟兄反而越发热心，越发好好的传福音，很奇特哦。能够找个理由吗？还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只能说一件事情，那这是上帝做的，很奇特。你知道，像是最感人的见证，都是那些为主受苦的见证。为主受苦的见证，会激励许多的人更加爱主，对不对？为主背十字架的见证，越发吸引人来跟随上帝。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吸引我成为传道人的是一本什么书呢？是一本书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或者你们有一些老弟兄，比较资深的弟兄姐妹听我背过这些东西啊。他说使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使自己的脚甘心到这条苦难的道路上面来奔跑。他说弟兄啊，多少年的呼喊撕裂了你的嗓子，多少年的风霜吹皱了你的面皮。他说在这个什么大教堂里没有你的身影，在这个什么这个美丽的殿堂中没有你的身影，但在旷野里，在蛮荒中却遍满了你的足迹。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是流着泪读了一遍又一遍，所以到现在我会背，你懂我的意思吗？
说多少次多少次，你想要放下了，你想再做一次的祷告，提着你的羊群的名字，一边提就一边哭。对不起，我已经背不太清楚了，意思就一边提就一边哭，一边提就一边哭，但是眼泪已经哭湿了你的这个什么沾满了你的 面庞，然后呢这个滴湿了你的你的那个部分。他说上帝的爱再一次的临到你，你从眼泪里再一次站起来。我告诉你，那时候就是流着泪读这个，你知道吗？流着泪读这个，然后流着泪说，上帝啊，我要来服侍你。但是我告诉你，吓得要命，你知不知道？吓得要命。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哎，就是这样被这本书吸引，你知道吗？当时我们这群传道人是被这本书吸引出来做传道的，很奇特哈。我们大部分都是我们当时我们那一辈都是被这本书啊吸引着变成传道人，吸引着变成传道人。 OK， 这群人也是，他看着保罗的受苦，每一个人都说希望下一次受苦的是我，希望下一次为主做监牢的是我，希望下一次能够为主走上十字架的是我。这份坚定的信心让他们勇敢地去传福音。好，下边再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一起来读，来。好，到这到这。他说有另外一些人传福音是为什么呢？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看第十七节第十八节，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怎么样。所以很有意思，保罗那时候传福音也有人怎么样，也有人是嫉妒他，有人是出于爱心爱他，但也有一些人嫉妒他，因为保罗传福音实在太有果效了，所以有人就会嫉妒他，有人就会攻击他，有人就会背后说他的坏话，有人就会在背后说他这样说他那样。保罗说那什么关系啊，福音传开就好了，管他们说什么，这个都不重要。告诉边上别人说你什么都不重要。这个就是保罗的态度，非常积极，你知道吗？非常积极。他面对别人，按理来说你们真是在我怎么背后插刀子，你们真是凯撒的朋友，知道凯撒的朋友，凯撒的朋友就是捅凯撒刀子的人嘛，你们这是凯撒的朋友，你们是在我伤口上面撒盐吧？没有没有没有，保罗说没关系，无所谓，福音传开就好，管他是真心是假意，传福音就好了。把福音传开，这个是最重要，把福音传开，这是最重要。所以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被捆绑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眼光，他相信我被捆绑是一件好事。弟兄姐妹，你所遭遇的让你不顺心的事是一件好事，你所遭遇的不舒服的事是一件好事，在你心里头你一定要相信这件事情，那一定是一件好事，出于上帝的，没有一件不是好事。好了，下面你再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一起来读，第十九节来。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怎么样？他已经被关了很久了，被关了很久，但是他里头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呢，他我相信因着你们的祷告跟上帝的帮助，我一定会得救。你看里头充满着盼望，很积极，看到没有？他看自己的捆锁很积极，他看未来的得释放很积极，他知道我一定可以得救，我一定可以从这里头出来。好，看最后二十节，最后二十节一起来读，来。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他说什么呢？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你知道他坐牢就是因为他所侍奉所盼望的，但他说我所侍奉我所盼望的虽然只叫我坐牢了，但是绝对没有叫我羞愧，一定不叫我羞愧。我纵使坐牢了，为我所信的坐牢了，为我所侍奉的坐牢了，但这件事情不是叫我羞愧的，不是叫我羞愧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不是叫你羞愧的，
你的侍奉也不是叫你羞愧的，你的信仰跟你的侍奉都是给你带来荣耀的。保罗的荣耀从哪里来？就是因为他的信仰跟他的侍奉，好，照着他所侍奉的是给他带来荣耀的。如果没有他这些的侍奉，他根本就这个时代没有人知道保罗是何许人也。就是因为他侍奉上帝，所以历代的人都纪念这位保罗。而且他说，无论凡我只要怎么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怎么样？好豁达，好豁达，好雄伟。无论是生是死，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是死，无论是生是死，都叫基督在我身上被人看见，而且显出只有基督，只见基督。求上帝怜悯我们，愿保罗的态度是我们的态度，那份积极的态度，那份为主不顾生死的态度，阿们。那份充满着积极的眼光，充满着积极的信心与盼望。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